单车环球骑行来到加利福尼亚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之文。骑行驰骋在美国5号高速公路，除了切身感受初到加州时的冰火两重天，也亲眼目睹致命弯道的风险。转了10公里，一个人自由驰骋的感觉真棒。车祸，全部车堵上了。哎，致命弯道啊！我勒个去啊！真的很危险啊！加州出车祸也是啊，时不待我，你堵着啊，堵着就堵着啊，没办法。送快递的也好，沃尔玛的卡车也好，好堵啊！这是我在美国看到的第一场车祸，那个真是致命弯道啊！哎呀，这雨还没停呢。今天骑得很爽啊，看今天能不能骑100公里啊，现在80了，正是黄昏时候。一路大下坡啊，还遭受一场暴雨啊，看到一场车祸。哎呀，天灾人祸。单车环球骑行七年，这第一次看到 Watch for Bicycle， 并且是在高速公路上，就是高速公路提醒过往的卡车司机啊、汽车司机啊，注意路边的自行车，好感动哦。加州热不热？看我这额头就知道了。现在是下午4点半，日当时啊，骄阳如火。以汗洗脸啊。哎呀，这汗水都已经流到眼睛里来了，这可不是汗水啊，这是盐水啊，盐水流到眼睛里，也是吧，多难受啊。歇会儿歇会儿，哎呀，乐死。金刚罗汉脸，满脸散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芒，太热了。妈，这里凉快多了啊！但是凉快的地方你不能一直待着。自己选的道路，前方是炼狱，就得必须把它给走完。
一觉睡到9点半，昨天晚上2点半才睡的。哎，睡了多少个小时？7个小时啊！哎，就是在加州快到湾区了，湾区就是美国的硅谷啊。找营地特别难，就是免费的营地啊，这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空地。扎营在小树林嘛，扎营小树林的好处就是，路过的人看不到。那在美国扎营，一般别人看不到是最好的，因为别人看到你了，人家就会报警，警察来了，哎呀，是吧？警察也来，哎 ，So you can come here, get up, move now。看看今天早上吃啥。哎呀，好多蚂蚁啊，哎，不管它了。海鲜还有牛奶哦，牛奶、鸡蛋、辣椒罐头，这辣椒挺带劲的啊，我挺喜欢。哎呦，这都冒出来了。